历经这多苦涩，现在天主走的是什么卦？是火风顶卦。那么地运是走什么卦？地运是回卦。回卦的温习太广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析这三个卦，对一切修道所遭遇的就不会有疑问。那么天时和顶卦是不是我们道中的呢？也是也不是，因为这是世界性的，连天上也要同样承受这个卦，所以在叫做天时，就是顶卦。地运是对卦，对是上七只七次，地运是太卦，因为初卦是福卦，二卦是阴卦，八卦是太卦，所以叫做三卦太卦。对是对金，就是力气，力气，所以对卦是力气，对就是力气。力气就是好像一把刀，很利的一把刀。有这三个卦合作会合并在一起，在我们道中办道修道的过程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天时行到呀，人间变化到呀，所以在电视上看到的，在报纸看到的，用耳朵听到的，用眼睛看到的，都有很明显的显象出来。宗教团体、社会团体，不管什么团体，都产生斗争出来了，都在斗争。这就是对卦的作用，是七只破分车作用。道中还是一样的，虽然平静下来，有些心还是很闭的。这是受到对卦发出来一种气卦气，自然的心入去，心就产生一种气气出来，要伤害别人。人间各个多承受的，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顶卦配合这个对卦，就变成一种通念圣贤的这个顶卦。顶卦就是天人之气，顶是天人之气，所以将来世界的大变化，从现在开始，渐渐的开始。现在可以说已经明显的看到了，在这顶卦60年就会产生世界的大变化，这是好现象或者是坏现象呢？到最后是好的，现在是不好的。所以这个对金各顶卦产生就是会产生人心的斗争，五斗争较劲爆，但是应该用斗争来讲，是要合理，不合理也是不好。大家请放心，你有竞争，有竞争才会进步。读书也一样，大家竞争，我咧提第几名，咧提第几名。有竞争才会进步，这也是好现象。所以世界各国的不安定，这是受到对金之气的影响。那么在道中会产生怎么样呢？站起来该起来这样好呢。今天要说的这个顶卦
就能影射到易经每一个卦，就会看得懂。这是用到一卦来影射八卦，所以今仔日这个大家叫做易经鼎卦剖析，是老师的解说。鼎是上离下顺，离上会顺上方，所以才叫做会方鼎。咱这个飞鸿鼎，咱脑的中间，咱的一位有正位，做咧拢当天道无疑，因为对于卦阳有阳的位，阴有阴的位，地位第三位，地位接着。相依二四六为一位，因为这个鼎卦你来看，人牛的中间，它的一位有正位，做咧拢当天道无疑，所以叫做金鸡相依。不管是有正位，或者无正位，也卦。产生作用，那就是好的。比如在一个家庭，太太来主权，如果太太能干，能把一个家庭治理得好，那也算好的。这个鼎卦阴气阳位，所以阴气的位就是上得好的。所以也是算好的。所以鼎卦阴气阳为，但改工作多功之首。所以鼎卦是多功，所以你这个鼎卦修炼道中修得在修道，都有道中之好，当中有这个等道客的在这个代志来出现，所以叫做道中。所以你家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九、中间，拄好咱个一头，第三头有这样子的，出咧当中。前头应该属阳，所以属阴；前头应该属阴，是属阳。第三爻啊，属阳；第四爻属阴，属阳；第五爻应该属阳，是属阴；第六爻应该属阴，是个属阳。所以拢当颠倒，所以必定一个颠倒课的，是倒光的这款的科学出来。鼎卦一木顺会，下顺，这个顺为风为风。所以这个上卦叫微卦，为会，所以叫做以木顺会，既好密感，所以上变。因为这个鼎卦，鼎字就是鼎卡，有鼎卡，有鼎卦，有鼎耳，有鼎卦，所以亲像鼎。所以姓名再来就是讲这个飞鸿鼎，飞鸿的卦叫做鼎卦。因为这个鼎卦就是安尼，所以讲所以上鼎，上面甲这两句是鼎卡、鼎卦，过来鼎耳啊，过来鼎卦。所以这个既好逆感，所以相应初次相应太极卦是这个卦初爻，就是初这个上下卡这爻，如果若是阴叫做初六，若是阳就叫做初九。
因为阴爻叫做六，阳爻叫做九，所以九六元年就是乾坤，乾坤的象征叫做九六元年。九代表阳，六代表阴，所以阴阳代表人力。初爻甲第四爻，如果若是相应，必定产生作用。第二爻和第五爻也会相应，第一爻、初爻甲第四爻也会相应。所以若第一爻甲第四爻若相应的时阵，就产生太极破损了，太极就是把旧的、把不好的淘汰掉，新的才能产生出来。这就是新陈代谢的道理。那么这个爻呢，这个卦就是鼎中不敌，鼎中间鼎八，咱来看。鼎八就是第二爻至第四爻。这个叫做鼎八，第二爻甲第四爻安尼甲合做伙，这卦是属阴，这卦属阴卦，所以叫做鼎中不敌啦。这个敌是敌家的意思，是安怎无敌家？叫做无敌家，敌就是属敌卦，叫做敌，因为。鼎中，这个鼎不是理卦，所以这卦才是变成好的卦，才是大吉的卦。如果这个卦，天卦啦、地理卦，有这个卦，还有第三个卦，归对理解。啊，若归对理解，就真歹的卦，这叫做鼎中不吉。鼎中间不是理卦，因为鼎中就是公心，刚强，天卦就是属刚强的。内底心，心就是属十大的。啊，若阴爻叫做虚，叫做离中虚，心就是属十大的。所以公心比天元性，因为公心所以在天元性。安怎天元？那么再来分析你哪个爻？